秋天是鸟仔渡冬进前跋山的季节，伫新竹的香山地区的南仔地是北台湾上界大的海边湿地，生态资源是真丰富，逐年拢有真侪鸟仔几只经过，诚侪休困点，嘛吸引真侪爱看鸟仔的民众来到这个所在欣赏渡鸟。摄像机准备好势，专心看湖面有出现什么鸟仔。新竹金城湖是东亚地区最早渡冬迁徙的半中岛。逐年秋天，都有真侪民众来到这看鸟啊。现场阁有专家为民众消解鸟的品种。我看到那个大白鹭啊，然后还有那个小白鹭，然后有一只大白鹭呢，我用那个望远镜看的时候呢，它就那个整个缩在一起啊，就感觉说好像是在缩在一起，很可爱的感觉。环境是还不错，天气又好啊。哎，我也第一次来到这边。只是这几年来环境改变，生态常常受到人类破坏。专家提醒，都要保护环境，鸟啊才有生存的空间。就是说，有一些地方的鸟已经，我们常去的几个场所看到的地方已经看不到那些鸟了。那原因还是要继续去努力去了解当中，在人类我们发展当中啊，做更多友善环境的这个，要有这种思维跟做法。今年总共记录到77种的鸟啊来到金城湖。野鸟协会提醒民众，若是来到这，一定要轻声细说，才袂去把鸟仔拍醒。记者张君和，新竹报道。